寻找那自己，沉溺中解脱想要飞，要不顾一切去放飞，将感觉分离，离开有我道理，就算在世中压迫下逃避。将这痛跟我喧哗，城内太多咒骂，还是你要继续屈膝到受价？人类仿佛经已脱离当初的哲理，分不清这距离，时代不知分割太遥远，心中梦死，寻找那自己。沉溺中解脱想要飞，要不顾一切去放飞，将感觉分离，离开有我道理，就算怕我亦要选择逃避。如果我未死，来释放自己，来闯出一个新刺激，放低社会太多根基，将苦痛分离，来超脱这游戏，就算是我亦想选择离地。就喺銅鑼灣完成咗個發布啦，咁有件喜笑話俾大家聽嘅。係啦，冇錯啦，就係我哋Mr. 原來成軍即係唔止十年嘅，但係入行十年啦。咁呢十年裡面咧就發生好多嘢啦。咁然之後我哋今次嘅十週年演唱會咧就喺紅館啦，5月17、18就喺紅館度會舉行嘅，係啦。其實知道咗要搞呢個 show 係上年嘅事啦，你哋一路喺度密鑼滾鼓去準備啦，有啲乜嘢係準備咗先 ？Mr. 嘅音樂啦。是啊，這個最重要的，因為是啊，還有準備我們五個人的心情，我想這件事是對於我們五個人來說最重要的，因為我們這幾年各自都有些事情做一下這樣，我們談了很久，究竟如果我們做一個演唱會，我們要怎樣做，用什麼心態去做，什麼模式去做，那我們全部都談得非常順利，那我們很開心，今天真的成了事。是啊，其實都不知道說什麼好，但我想即我們每個成員都有很多感覺的，是其實今天就叫做一個預演這樣啦，在銅鑼灣這個地方跟大家唱了歌先，跟粉絲見下面先，然後就告訴大家要上紅館了。其實你剛才就說首先要準備心情先的，因為都有一段時間沒有走回一起了，今天來到這個地方走回一起再表演的時候心情如何呢？其實真的會有感觸的一刻的，因為我們以前經常夾 band 呢，即未出道之前星期日就去維園，都很多時候經過這裡，跟著那時候我們是沒人認識跟著都個星期日都過來玩一起，那我們也在那裡認識的，那而今時即做了十幾年之後再回來這裡很難得的，真的覺得那個有得演出這個機會很難得，所以會更加珍惜。我們可以有什麼說，當然多謝啦，即是老實說，是不是？因為我們在台上一直望著，其實因為真的望著越來越大，但是我們又沒有事可以做，我們只能繼續表演而已，我們沒有理由說你們去找個位置有遮頭，那不行的嘛，所以但他們又在那裡 keep 著看，所以我覺得我們不需要擔心十週年這個演唱會，我們知道一定會有人支持我們，肯定這班粉絲十週年的時候會在紅館一起去大家一起玩啦。
今次開 show 同以往嘅 show 有冇啲咩分別咧？我諗有好大分別啦，因為十年嘅意義已經好重大啦，因為人生啊唔會有，唔係即係唔好話人生，即係十年唔會有第二次啦。咁我哋有一個回顧啦，同埋我覺得呢十年香港或者我哋都係一齊都好多唔同嘅經歷咗唔同嘅好多變化啦。咁我哋用翻我哋自己音樂去同大家分享呢十年嘅經歷啦。咁同以往我哋成日都要話啊，呢個 flow 一個 flow 要點樣，要好有氣氛，點樣。今次反而有少少反傳統咯。咁我覺得，因為淨係講翻以十年呢一個題材，已經係都幾多嘢可以去講。咁所以同埋今次我哋個導演亦都同我哋好耐，即係識咗好耐，但第一次真係可以正正式式真係同佢合作。咁啊，大家都好期待。咁希望嚟緊嘅嘢會慢慢會越嚟越順利啦，呢樣嘢最緊要啦，因為我哋本身都好驚話今日落雨，好多歌迷會即係或者啲觀眾會走，但其實抱住樂觀嘅態度係最好嘅。頭先氣氛都好好啦。咁而家有首新歌釋放自己啦，開 show 前有冇第二首歌咁咧？絕對會有。有嘅。係啦。係，但而家搞定點㗎？我哋聽日就搞㗎啦。咁係啦，所以咪好新鮮咯，嗰件事即係新鮮出爐嗰種感覺咯。Okay. 我哋唔會話搞定噶，我哋係攞個演唱會嘅心態，即係當下嗰種感覺。所以嚟緊嗰隻歌真係正噶。因為我哋而家做歌，或者你問我哋幾時再有新歌，幾時有歌，幾時有專輯，我係覺得其實等我哋覺得係應該嗰隻歌係應該要 release 嘅時候，我哋就會出咯。其實命運就像大廈，如都市幻化。号就系买飞嘅日子啦，咁啊要先祝你 good show 先啦。多谢 ，thank you， 多谢 ，thank you。